举过头顶面向大家。好的，这里的网友飞机在场的所有的贵宾朋友，鸿运当头，鸿福火火一整年。好了，请将红花放在羊背上。接下来有请二位一起拿着这把刀，在羊的额头上心横后竖轻轻地画一个十字。十字呢，代表着十全十美，事事顺心。接下来呢，就把我们草原上的吉祥美酒带给两位，有请两位左手端碗，右手的无名指、第四指，对，蘸一下酒，往上弹，敬给长生天；再蘸一下，往地下弹，敬给大草原；再蘸一下，抹在额头上，敬祖先。好的，第一杯美酒呢，有请我们今天的王爷来，邱部长。